天美，逍遥，你，哎呀，走开呀！哎呀，天美，看到这么美丽的花，你就应该知道我的心意了吧？你知不知道我花了多少心思，我才能够找到你啊？我知道，你已经从幸福地产离开了啊，而且又到了这里层峰建设，而且啊，还做了总经理的秘书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已经分手了，没有什么好说的。天美，你不会这么绝情吧？对不对？你不会想要抛弃我吧？我抛弃你？明明就是你抛弃我，好不好？不知道是谁说过，要不是因为我出手大方，每次出去约会都是我付钱的话，你根本也不会看上我这种女孩子。喂，明明是你自己的错，哎，现在反而怪在我头上。天美，天美，好，我觉得我们现在再来讨论谁对谁错已经没有必要了，对不对？好吧，就算是我错，可我的错再多也不及我们错过彼此更让人伤心，更让人欲绝呀！ 放手啊你、你够了没有？你真够恶心的。就是嘛、而且我根本也不会喜欢像你这种会劈腿的男朋友。我，你以为我是货品啊？争来争去，比较来比较去，到最后才决定跟谁交往。你走啊，快出去啊，出去啊！我一定要骗回这个笨女人，否则我就没钱了。天美，原谅我吧！啊，你干什么呀？快点起来啊！天美，你不原谅我，我就不起来了。难道你把我们以前美好时光都忘了吗？那些都已经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底里了。你不要再说了。为什么？我爱你，我真的爱你啊！我求求你，你再接受我吧，好不好？要不然你就给我一个理由。你要干什么呀你？天美，你要理由是吧？理由很简单，天美她现在是我的女朋友。啊，天美，这位是严格，层峰建设总经理，这里是我的办公室，我们已经在交往，请你不要再来打扰他，请你出去。天美，我们分手不过才几天而已，你就有了新男朋友了？你也脚踩两只船啊？啊，我哪有什么劈腿啊？怎么说我还要感谢你呢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么会有机会认识这么英俊潇洒又风度翩翩的男朋友啊？所以我现在告诉你，现在是我不要你，听见没有？是我不要你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听到没有？我们现在两个非常甜蜜，所以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们，是不是啊，亲爱的？是啊，如果不是有我的话，你不知道被多少男人骗得有多惨。我数到三，一起放手。怎样，我们现在就是这么的幸福，所以你没有机会了。逍遥，你要干什么？被骗第一次是他可恶，被骗第二次就是你笨啊！我，喂，像这种男人，就算在你面前剖腹自杀，你也不能原谅他。笨女人，干什么？Thank you.
他好像也没有那么坏啊。请问你又在胡思乱想什么？我希望你不要因为恋爱的事影响到工作，好不好？拜托，我什么时候因为我谈恋爱影响到你的工作了，男朋友？是吗？那你现在在干嘛？现在是上班时间。喂，你看清楚哎，现在是下班时间，现在是我的私人时间。下班刚过15分钟，谁知道你在这里发呆多久啊？你就非要这样跟我作对吗？你别自己感情不顺利，就巴不得全天下的人都跟你一样不快乐。哼，你没必要这样瞪着我，我说的是实话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到现在还留着前女友的照片，还偷偷把它放在抽屉里。你以为你把它藏着它就不存在啊？我告诉你，重点不是照片，重点是你的心。你到现在还走不出失恋的阴影，不表示所有的人都要跟你一样不快乐。你干什么呀你？放手啊，放手。你放开我，你就是因为脾气那么差，所以他才会离开你。分开后的日子总会让人太难受。什么嘛，什么男人啊！哎，总经理怎么了？我怎么知道？自己走不出失恋的阴影，还到处乱骂人，神经病啊！他好心帮你，你怎么能让他这么伤心啊？知道吗？